一只鸡。见过吗？见过吗？直接喂鸡吃的大鳄鱼，这一次是整个馆最大的鳄鱼了。它还在等，还在等，还在等。来，我再拿。我看看养养，看看养没得住啊。哎。它这个母的也要吃鸡了。哇、哦！你把它手给咬掉，好不容易啊。饲养员又上来了，我以为他被吓跑了呢。他又给他一根针，哇，他两个还要针。哇！你见过这么大的两条鳄鱼，然后吃鸡的过程吗？这个不激烈，嗯、这就是他的了。对呀、啊，他们俩要接吻吗？你就是打他一下，还用接吻吗？母的急了。对呀、啊，他刚刚被欺负呢。好，不用吃了，他死吃啊。还吸着呢。他把鸡头给砍掉了是吗？有一些有，一些没有。谢谢你把鸡头砍掉了，谢谢你。好看嘞、这个大鳄鱼。嗯，还真好看。我在你们这里拍了100多个视频。我只要发这个也是流量。是吗？对。